看这一题，他说 A 是1/7 ，B 是 1.42 ，C 是等于根号3。他说呢 ，A、B、C 的大小关系为何？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 1.2 哦，五一得5嘛，哎，52是 1.4， 这是等于 1.4 哦，你7除以5嘛，五一得5 ，20。52是 1.4 哦，那 1.4 的话当然比 1.42 要小，那、啊、这个根号2等于多少？根号2等于 1.414， 啊后面点点点。好，那这个数哈、哦、比2小，哦，啊这里没有点点点嘛，所以它又比它大，所以就小的 b 哈、哦、它是大还多少呢？啊，因为这2比1大，前面两个数一样嘛。这个比这个大，所以比 C 大，那它又呢比 A 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有 1.4 嘛，它是 1.4， 后面还有点点点嘛，哦，这些点点点的话就是比它多出来的，所以呢 C 比 A 大，所以是 B 大于 C 大于 A， 所以这一题哈、哦，应该要选 B 啊，哦，就是 A 小于 C 小于 B。